始了，开始了，在等大家上线。稍等一下哦，我买。Hello， 大家午安，大家上线了吗？今天我们出清哦，出清，今天折扣真的。我就下的很多，然后又加上其实我们官网真的很多商品，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买。其实我们刚才，因为我们今天为了直播，其实我们大概11:30我们就会休息，因为我们平常休息时间是1个小时，所以我们11:30就会休息，然后吃饭，对，然后12点的时候其实跟大家一样准时上官网，然后再看就是我们现在哪些出清的特价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买，超好买，真的很好买。大家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边看我们的直播同时，请你们一定要手刀去看一下我们官网的商品，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卖完就没有了，因为既然是出清，都是零码的出清，那很多都是只有几件，一个颜色或者几件，或者一个码之类的，对，或者这个颜色，比如说它好几个颜色，但是它所卖这个颜色的几件是库存嘛，总出清就是库存，所以其实卖完就没有。然后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之后，不代表这件商品你就拥有它了，因为你一定要点选下面的立即结账后，然后成功就会有一个订单编号，你看到订单编号之后，你才可以确定这件商品你已经买到了。不然其实很多人都会先把它，哦，我喜欢这件，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然后就一直加到最后，然后等1个小时后才去结账，哎，你就发现你没办法结账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人家买光了。因为出清的东西都是有开数量的，今天如果他今天卖这一款，他只有开2件，然后你1个小时后才结账，2件早就被别人1个小时之前都已经下单买走了，你就没有办法再买这一件了。所以再次跟大家讲一下，你买商，你如果可以顺利进到购物车之后，你一定要去按结账。对，那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反正他可以选择全家嘛。对，对，我们是用全家宅配的，没有 Seven。对，我们全家宅配，你可以选择宅配或者是全家，然后你要货到付款，或者是直接线上付款都可以。但是记得一定要去结账，付完之后，付完款之后，结完账之后会有一个订单编号，这代表你的订单已经成立买到咯。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只加购物车，所以如果你已经加了2-3件之后，先去结账，再去下一波，不然我很怕你看完所有官网东西，就东西没有了。对，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对，然后呢，因为我请伟伟去开冷气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一直换衣服，所以会就会有点热，然后又请伟伟去开一下那个冷气。然后我身上的这一款呢，哦，我觉得很好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一款的那个裙子？然后因为出清很多都是颜色可能就是快没有了，对。那现在这件它其实是有2个颜色，那我身上的这件代表就是蓝色，这件超美的。这件为什么很好看、很推荐？因为它裙子够长，然后它又够百搭。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毛衣就很好看，等一下我们拍个照片。对，我们很简单的毛衣就很好搭了，就像我简单搭配一个这样子的毛衣，其实就很好看了。对，然后我也可以搭配伟伟的上衣的毛衣，也可以。先借你。对，先借我是。差不多。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跟大家，刚刚买东西一定要买那种很好搭配的单品。是的。对，我跟伟伟身上的单品全部都是很好搭配的单品。然后像是你那个裙子啊，一定要有用花色的。然后你上衣如果都很多都是那种单色系列，你一定要买一件有花色的那个裙子。对，这样很好做搭配。对，像素素的牛仔裤，然后素素的上衣，然后搭配有颜色有花色的上衣，然后有花色的裙子，这样就好了。我们逛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尤其就是不管是上衣鞋子都有。很多都有，一定要去看。对，那我就这样简单搭，我觉得就很好看。然后我这样简单搭，大家还记得吗？这件黑妞有自留的款，这件真的超舒服的，它应该全身都有自留。对，我记得它裤子好像也有，鞋子也有。对，这件它也有。对，鞋子也有，现在都开上来，我跟你讲，这之前都抢翻了。抢翻了，我跟你讲，这件弹性很好，超好看。对，它是有弹性的，很舒服。对，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但是只要告诉大家说，这件衣服多好看，多百搭，你一定要去下单，就这样子。而且我们现在出清啊，我觉得最优惠就是鞋子跟外套，一定要去抢，一定要先去看。我们先去看鞋子跟那个外套，因为他们单价又属于比较高，然后我们刚好现在又有在做出清的活动，所以折数打的比较多。你赶快先去看这些高单价商品有没有喜欢的，然后赶快先按那个购物车，进去购物车之后，然后先按结账。
快点快点，拜托你们赶快去把它抢完好吗？直接把它抢完。然后我这件上衣，因为牛仔裤就是百搭，然后它的弹性也是很好的，所以它其实就很好做搭配。然后你上衣可以一直换一直换，像我等一下就换其他件上衣来让你们看。微微去换一下上衣，我来介绍一下我后面，大家有看到我后面的鞋子吗？整波后面的鞋子都是在初清特价里面，而且就是所谓的灰姑娘的鞋子。为什么叫灰姑娘？因为零码初清，大家都知道零码初清的鞋子真的真的都很便宜，因为只有适合你脚的码数，你才有办法穿这一双鞋子。然后就像我脚上这一双啦，其实我刚刚自己有看，我自己也买了这一双，因为我觉得很美。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官网一直就是在上架这一双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的，但是我是想说，就是我一直没有买，但是这次出清我又遇见了他，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我就把它买下来。对，我又遇见了，我就毫不犹豫刚买，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是十二点整一起去看官网的哦。对，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因为我觉得真的好美好美。这一件我刚刚看一下官网，好像还有绿色，好像有杏色，我印象中啊，对，然后还有黄色，但是都是零码出清，那码数真的都不多，就是可能只有几个码数而已，然后数量不多，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看到有喜欢，你不要犹豫，就直接加入购物车，直接结账。记得不要只放在购物车，因为那个商品绝对就不是属于你的。好啦，那像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其实你看我这样搭档，素素的搭配这样一个裙子，搭配刚刚我的那套牛仔裤，其实也可以。它真的很好看，而且很好走。对，你看，就像我们后面这边。我刚跟大家讲，我刚记得官网有看到这些颜色，对，它真的很美。它前面是尖头的，其实你穿上去之后呢，你的脚背拉长，你的脚背看起来比例就会很好。而且它像后面这样亮亮，有一点点造型，我觉得超美的。颜色很多，那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再来呢，大家如果就是不想要这种尖头鞋的鞋子，其实像这样子的帆布鞋，其实我们官网也有哦。这一款之前卖得很好，为什么很推荐？第一个，因为它厚底，大家都喜欢穿的高高的。对，女生谁想要看起来矮矮的、高高的厚底？然后重点是它好穿好走，然后又有一点点特色，就是有两个颜色给你挑选。这一款其实我也很推荐，喜欢休闲款式的穿着的朋友们，就这一双啦，其实可以把它带回家。码数真的不多，库存也不多。是第一，好，我看我像我刚刚那个裤子就没有换，我就直接去换上衣。然后这件上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因为它就是 V 领，就是对圆脸圆的女生来说是很吃香的。然后你们看它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材质，这真的都是挑过的，因为它就是很舒服、很柔软，所以也不会刺皮肤。然后这件它有三个颜色，我大概比一下给大家看。我身上的是灰色。然后这是杏色哦，这是咖啡色，就是有三种颜色。然后还有其他种款式，像因为我的裤子是单一颜色牛仔单宁，所以我上半身我就是搭那种有花色的会比较好看。然后你看它，我们就是这种厚棒的那种针织，这种冬天就是可以穿，直接快穿到过年去的。然后颜色又很多，可以给你们做选择。然后而且我说我们高单价的东西就是有外套，我们外套也是很好看。我拿一下，像是有些也有羽绒外套，看这件真的是一定要抢，这件真的是要用抢，这件真的要抢，因为我记得它的数量真的很少，好像只有几件而已吧，所以这件一定要抢，这件是整件都是羽绒外套，然后它是做长版，而且它是那种修身，它不是那种穿起来会胖胖的那一种羽绒外套，就算你没有绑，它是有腰带的、哦，可是你看我没有绑，但是它其实这边是修身，所以我觉得这件一定要带。然后它又有帽子，这边又可以这样子粘起来，其实你脖子的地方也不用怕的，就是整个就是把你包得很温暖。然后它有白色跟黑色，可是尺码就是要你们要赶快去上网看，就是我们尺码都是零些的一些尺码，然后它就是有白色、黑色可以做选择。然后它绑起来的话也是就是有腰身，就整个很好看，你就不用在那边怕说可能穿起来很臃肿什么的，就不会。你看它穿起来就是腰身，然后它也有口袋，就整个很方便。好，等我一下啊、哦，没关系，你慢慢来，你要慢慢来。你先讲，我穿的鞋啊，对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初清的，所以我们是商品不能做退换货、哦，就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都已经优惠给大家，就请大家一定要眼睛睁亮，然后看好，就离手，我们就没有要做退换，对，下好离手，没有要做退换货哦。给我，好。然后我们羽绒外套还有这一件，这件也是我们爆款中的爆款，这是我们的2.0，这件也是很厚羽绒外套。
然后它就是没有刚刚那个那么长，但它就是算中长版，中长版屁股以下，屁股以下。然后它我记得它有很多颜色，你们可能要上官网去看，因为不一定每个颜色都有，就你们可能要上官网去看。然后这件也是有内，里面也有那个腰带拖绳子，就是你可以绑那个腰身的地方，就是也可以显瘦，你不用看它好像就整个都胖胖蓬蓬的。这件也不会，它就是里面有做一个那个伸缩的那个腰带，然后你这样子拉起来，其实这边就会有一点点腰身。可是这件是比较属于休闲款的，对，如果你不喜欢看起来就是偏女生一点，你喜欢就是走中性风格，或是你想要休闲一点的外套，其实这件就很 OK 哦，这件就是很 OK， 而且它的口袋有够大，就是你可以放手套或者是一些围巾之类的，就是手套或是零钱包之类的，它的口袋真的很大，我整只手伸进去都还有空间，对，啊。多边上来了，多边、啊，我觉得耳围穿的好热啊，因为就是这代表我们的商品很多，真的都是很值得可以购买的东西。就像我身上的这一套啊，大家还记得这一套我们之前抢翻天，它其实是有三个颜色的，我拿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它是有三个颜色，大家还记得吗？它有这个蓝色，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以及像红色。有笔吗？裤子？对，我等一下比给你们看，我有拿。对，你有拿。它有三个颜色，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三个颜色，它是套装买一送一的概念，上衣加裙子这样子是一套的三个颜色。现在这三个颜色都有，所以之前没有抢到的，大家拜托你这一波赶快抢起来。但是数量真的都少少的。数量都有限，其实你们都可以上官网看，每一个数量真的都是几件几件而已，卖完就没有了。因为接下来年后呢，我们就要上春夏的新款了，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年后的春夏新款真的真的都很好看，而且风格呢跟以往有一点点稍稍的不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 Hannah 其实前一阵子有去花莲做外拍，其实有拍了几款回来，我真的就觉得都蛮漂亮的。好，那这一套为什么叫买一送一的概念？其实它上衣跟裙子是一套的，那大家可以怎么穿呢？除了我这样子一套穿以外，其实你可以搭配你的下着。刚刚伟伟穿的那件裤子，其实你如果你有买的话，其实你看你这样搭起来就很好看啦。对，其实你上衣毛衣随便加一个裤子加一个裙子其实都是可以的，就这样子，对，这样就很美了。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啊，你可以买这样子的套装是最划算，因为你所有的单品，你的上衣跟裙子都可以做分开搭配，你不用想说哦我只能整套穿，不，你可以买一送一的概念分开的穿搭，非常非常的超值。尤其是现在的天气，那就天气比较凉，所以天气也比较冷，你一定要穿这种毛衣的才会比较保暖。然后还有啊，像这一款它还有红色的，过年是不是必备就必须要一件红色的洋装？对，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很适合，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穿。所以大家想要过年想要回南部的时候穿的人呢，这一套一定要买起来，数量有限哦。对，然后你可以搭配像我脚上这样子的短靴，这个短靴也很好看。这个短靴大家还记得，它其实它有22公分跟14公分，但是我们初期就是只有这个14公分。可是呢，14公分就是其实很建议是160公分以下的人，如果你要购买的话，你可以买这14公分，因为刚刚伟伟一看到14公分，噔，他眼睛一亮，就亮了。对，因为他自己也很想要买这一双，可是刚好现在在初期里面，所以他就很心动。对，我不知道后面他买了没，我不晓得啦。对，只是他刚才有看到，他说他很喜欢，有啊，他买了，对，他买了，零买，因为伟伟159，所以他觉得这一双很适合他，很适合他。身高，所以他就买了这双。所以大家赶快趁出清的时候，你还有数量的时候，赶快一定要买下来。我们两个其实刚都在偷偷看，然后偷偷又买一点东西这样子。对，因为真的是实在太好买啦。对，好，我好累。客人说，客人说今天直播好像很赶。因为我们很急着想要把我们就是出清到底有哪些好康，对，我们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报给你们知道。对，因为我们今天不会详细的太详细介绍，我们会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的那个出清有大概有哪些东西，因为有太多商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好好的跟你们讲。然后彩星问说是在线上喊吗？不是，要到我们的官网去下单，小帮手都有贴连结给你们，要到我们官网下单，然后记得不要只加入购物车，一定要完成结账，对，东西才是你的哦。对，一定要完成订单，然后有跳出那个订单编号才是完成，就是这件才真的有入到你的口袋哦，好不好？然后有客人问说，就是退换货的问题，我们出清回馈的商品，因为真的已经是就是很优惠给大家，那也同时也都是零码的，就是尺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供退换货。当然，如果你的商品有问题，那瑕疵之类的，
的，你还是可以，对，你还是可以来跟我们客服就是反映，那提出申请。但是如果是一般情况的话，我们零码出清商品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在做退换货，请大家下单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对，你们下单前一定要去注意一下你们自己身形跟尺寸。你们如果你线上问我可能还比较慢，你直接去官网，然后下面有尺寸表，你直接去核对你的尺寸，然后去购买，好吗？好，然后我身上这一套，它是一整套，就跟刚刚都边身上一样，就是一个价钱两件衣服，非常划算的一套。然后它这一件我非常喜欢，我自己也有带一件，我自己有带一件，它就是上衣裤子可以分开穿，然后它是整件都是那个针织的，很舒服，有弹性，然后圆领的，手袖这边就是有做一点空间，但是它不是很，它不是背，不是紧的那一种，不是贴身的。然后你看它的下面，它是有点 U 型，然后它的腰的地方也是有弹性，有口袋，裤长也够长，而且我觉得它最优点是它的臀部这边不显，就不显你的臀，我觉得它有修饰到，非常好看。然后它有好几个颜色，我拿给大家看。哇，你看它有这种粉色、粉红色，然后还有一般的那个灰色，基本的灰色、粉色。我身上的是杏色，还有一个是百搭的黑色哦，百搭黑色一样就是有裤子跟上衣，然后你也可以做搭配，就是像我刚刚请他的上衣，你果如果你要搭的话，你也可以搭我的裤子，然后我的裤子，然后搭配其他上衣，或者是我刚刚穿牛仔裤搭配我身上这件衣服也是很 OK， 因为我们觉得这四件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很难搭配，对，不会太难搭配。然后刚刚那个羽绒外套，它也有其他颜色，刚刚还有拿一个黑色的进来，我刚刚穿的是米白色，这个还有黑色，而且它有分短版跟长版，我刚刚穿的那个是比较长版一点，这个短版一点大概在屁股左右，刚刚那个是超过屁股以下的，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找短版，短一点点的羽绒外套，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件了，就赶快去我们的官网去选购去看一下。好，然后还有外套哦，这一件我也非常喜欢，我穿给大家看，这件我也是买下来的啦。这件真的是，这件好看、啊，我真的超喜欢，不要说他喜欢，我们公司小帮手都超喜欢。哎、啊，这件我拿上来出清，我真的觉得一定要抢我们的外套跟。我们的外套跟鞋子你们一定要重点去看一下，因为非常多优质的商品，而且价钱都是最划算的，好不好？然后这件因为它有红色跟黑色，它有两个颜色，然后是毛呢的，然后它是做短版，然后它的它有口袋，而且它是做宽的，它不是那种合身，所以你里面其实是可以塞厚衣服的，它是可以塞厚衣服有空间的，然后一样两个口袋，我觉得它特别是后面是做长的，有点像遮屁股，然后前面是做短的，我觉得这样蛮好，就是比较不会灌风，对，比较不会灌风，我觉得这件很好。我在讲话的同时，那个它这件红色只剩两件了，哦，真的是，所以我要换掉了。那大家真的就是动作要快，赶快到有没有？还有黑色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黑色也还有一点点。我个人是喜欢黑色，虽然我觉得红色比较亮，就很适合过年，很适合过年。然后有些季节，不，有些那个节日，对，也很适合红色。但是我觉得黑色就是。百搭款，对，黑色就是随便搭随便好看，所以我也觉得非常好看颜色，赶快去下单。十二一过之后，我们就立马问我，我就立马问我说，哎，这件买了没？外套买了没？买了，买了没？对，因为真的都很好看，大家真的要买起来。很多衣服，如果你最近还在观望，趁现在这一波有在出清里面，一定要买起来，因为过了就没有了。对，出清不是常常有的，对，因为一年嘛，总是我们要出清了，因为接下来要上明年的春款了，所以大家有看到喜欢的就赶快买起来。对，今天步骤稍微会快一点点，很多东西可能不会再详细的介绍，因为可能以前的直播都介绍过，所以可能我们大概告诉大家基本上怎么穿有多好穿。对，我们的重点比较在于告诉大家我们的商品大概有哪一些啊，对，然后就是限制什么时间点很适合穿啊，对，之类的，然后怎么穿之类的，对，就比较不着重于介绍细节，对，因为现在在介绍细节，我可能介绍完你看完这一件就没有了，对，所以就是我们不浪费时间在这里上面。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一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时间抽出3名500块的购物金，所以如果你抽到之后呢，你就可以扣500块钱，然后可以再买其他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大家赶快去手到。帮我们按起来，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对，按起来，我要刷一排爱心，是不是？那种直播看太多，对，所以大家记得要按起来哦。然后我
身上的这一款呢，也是黑妞的最爱款。其实它真的很适合过年的时候可以穿。但是其实这种衣服啊，你每年你只要遇到圣诞节，或是要去参加婚礼，或是要参加 party 的时候，然后或是过年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可以拿出来穿的。对，然后像这一件，其实它就是。我想到发生什么事，没事。对，那像这件它是有一点点那种特色的嘛，它是有点那种层次的那个布料，有比较有特色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很漂亮。然后它又是长袖，它虽然是雪纺，可是呢，它是做长袖的。基本上现在今天这种天气，再加一个薄外套，或是加一个外套，其实就可以了。对，它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件很适合去过年。南部的穿搭，因为像黑妞，她其实她是屏东人，对，然后其实她过年可能就会带这一套回去，对，因为我觉得这套真的超美，然后拍个照片，很好看。其实像这一套，像我刚简单搭，这个是我刚红色的那一双的鞋子，有没有？它像是杏色，其实我觉得这样搭就很 lady， 很好看。拍张。好，这件真的很适合可以买，而且它是 V 领，可以修饰你的脸型。然后像这一款呢、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家这一款卖得很好的这一款，大家知道是哪一款吗？其实这一款它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它一样是雪纺的材质，它比较不一样是它前面这边有做有做那个可以拉起来的件，那个叫什么拼接式的洋装，因为它的颜色拼色嘛，外面是深的，里面是浅的，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层次，然后比较美。其实跟这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它的裙摆下面比较有点特色，它不是一件比较那种死板板的洋装。对，那像这两款，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可能你可以选择把它带回家，因为初心特价真的都很便宜。它一样是这样子的洋装，超美的。而且这个红，我自己中到了吗？没事，我怕中到。对，因为它是在我后面，我很怕中到它，你知道吗？对，我觉得超好看的。然后像这样子的外套，其实你搭配西装外套也会很漂亮。我给大家看一下西装外套，我们卖的超好的西装外套，这一款，哦，这一款很美。这一款其实从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卖到现在，它一直真的都是卖得很好的商品。然后今天黑妞把它拿出来出新，我觉得真的好佛心哦。这一款很美，其实像这样子的洋装搭配西装外套，我觉得真的都很好看，很美。它是四扣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分六色，然后这只是单一色，这单一色它没有其他颜色。然后它是四个扣子，它是西装外套，然后这个袖子是可以卷起来的，可以卷起来的，对。然后里面是条纹的，所以如果你里面是单穿的那种，不是穿这样子的洋装，你是单穿那种套装啊，或者穿那种牛仔裤啊，其实搭这样子都很好看。这个西装外套很推荐大家可以买，因为这个好像我们很少在出清，所以其实这一款大家看到赶快去手刀下单吧。好了，换我啊。然后我又穿了一套就是买一送一的套装，买一送一。等一下哦，拍个照。好，这套也是要非抢不可了耶。这一套也是要，就是大家赶快去抢购，因为这一套也是数量有限，好吗？没错，女生们听到限量就是要抢起来，好吧？限量就要抢起来。等我一下，拍个照哦。因为这一套我们就是从一上架那时候，就是冬天一开始的时候一上架就卖的超级好的。对，然后你知道它原因什么？因为我觉得它是针织，然后够厚，而且它都是那个麻花的，所以它就整件都是，连裙子也都是，所以它就是单穿也不会觉得太单调。然后它的衣服也就是有弹性的，松紧有弹性，然后腰间也是做松紧的，所以也不用担心。然后这件我觉得它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贴，就是它是合身，但是它没有到非常的贴，所以我觉得缺点是还好。对，缺点是还好，我觉得它很修饰，因为这件衣服是宽的，所以它其实会帮你遮住一点你的小腹的地方，然后屁股的地方也会稍微修饰一点，就整件很好看。后面是有做一点点开叉，而且像这种一个价钱两件事的那一种，你看我可以上衣然后搭配牛仔裤也是非常的好看，因为上衣百搭，牛仔裤也是百搭，这种东西就是要分开来穿搭才会有超值。对，有超值的感觉。但当然那裙子也是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挑一件素色的上衣，或是长袖的，你可以把它塞在里面，针织的或者是你可以搭那个衬衫搭背心，然后再搭这件裙子也是非常的好搭配，也是好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
赶快去我们的官网去下单，像这种两件式的套装组在做优惠，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好不好？而且我们的材质品质都是有帮你们做把关的，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它绝对不会刺皮肤，然后一定有弹性，亲肤的，好不好？一定有弹性跟亲肤。然后鞋子一样，就是刚刚豆边脚上穿的那双，然后我穿的是黄色的，穿的是黄色尖头的，然后后面也是有亮亮的，我就觉得很好看，对，这件也很好看。然后哦，这一件，昨天我们有个很可爱的小帮手，他就自己穿了这一件，然后说这是什么？101中狗里面那个坏女人是不是？101中狗里面那个坏女人，我觉得非常可爱。他这件也是有在我们的出金价里面，然后非常的可爱，它就是外面都是毛的，毛毛的，然后里面是铺棉的，里面是铺棉的，外面是做毛，然后点点点点的，一样有口袋，一样有口袋，然后它。你看起来很雍容华贵，谢喽。哎、欸，那个贵妇们，这件门包起来了。贵妇们，然后它是扣子的，它这种是暗扣式的，暗扣式的，这里它就是有暗扣式的，所以它其实那个扣起来就也不会看到有那个扣子的痕迹之类，就是蛮好看的这件。我帮贵妇拍个照。好，贵妇来喽。等一下啊。给、okay. 好。就是贵妇的一件，然后它是有领子的，非常可爱，而且非常保暖哦。啊，换别件，我真的好热哦，你知道真的好热哎、欸，我觉得我们这样真的是好热。好，然后我来讲一件啊，这个太近，拿黑色的给大家看。这件，这件很好看，这件也很好看，天哪，一定要买起来啊！这件有有。Oh,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的出清非常非常多那种宝物，你知道这是宝物哎、欸，它就是一件长版算长中长版的中长版一点的那个大衣，毛呢的哦，而且它就是会保暖哦。就是非常想要就是上去逛逛谁？哦，我们的小帮手没有办法，你要认真上班。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扣子的地方，它就是做那种。哎呦，会反光，抱歉。它反正它的扣子是做那种很贵气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很塑胶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很贵气的那种纽扣，对，金纽扣非常好看。然后一样就是它也有它的口袋是有的，但是它口袋我们还没有开动，所以你们可能有收到的话要自己拿去开动，但它是有口袋的、哦，它是有口袋的、哦，它是有口袋的。然后它有三个颜色，有我身上的黑色。还有很适合过年的红色，喜气洋洋红色。还有这个是有点咖绿咖绿的颜色，对，咖绿的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就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的。然后只是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不喜欢不敢穿大红色，那你可以考虑我身上这个有点灰绿颜色，或是我身上的黑色。而且，哎，我刚刚看灰绿，品质很好哎。它质量超好的，它是真的会保暖的那一种。然后你看它的细节，它是有金葱的那一种、欸。对，我怕你们那个直播镜头看不到，但它的食品是有看到那种微亮而已，它没有很明显，就是低调的高级感这样子。低调的高级感，因为它没有很亮，没有很显眼。好了，豆边换豆边啦。好啦，我来了。我身上的这一套呢，就是也是黑妞的最爱。对，黑妞说她之前那个去参加喜酒的时候，就类似这样子的穿搭。哎、欸，这真的要整套包，整套包起来啊！我现在是复制到穿搭。是的，而且这一件那个就是裤裙，它数量超少的。没错，它是缎面裤，大家还记得吗？缎面裤我们之前有很多很多颜色，有灰色啊，有莓果绿，有莓果色啊，然后有那个。卡其色有黑色等等之类，但是呢，因为既然是初清，会上的颜色就不多，因为数量真的不多，对，所以大家赶快去上官网看看还剩下什么颜色，因为它是均码，对不对？还看还有什么颜色，然后有看到就赶快去抢购啦。这一件品质真的很好啊，你看它的质量真的是好到不行哎。然后因为它长度够长，所以其实你穿起来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看起来就会比较修长。对，这件真的好看。黑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她是穿这样去喝喜酒。那当然啦，我的外套不是穿它这个颜色啦，对，但是也是西装外套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跟我一
一样这样子穿搭。其实像这一件它就是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上衣，对，对，它是一件的上衣，很简单，对，很简单一件上衣，然后你搭一个这样子的那么宽的那个缎面裤，其实就很好看，很时尚。你去那个喝喜酒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这样穿，或者上班族你就可以这样子穿，很适合上班族哎。对啊，我就超超好看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刚刚进来的朋友们，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初清的一些规则。第一个，既然是初清，就是零码的概念，所以我们售出后就不做退换，那瑕疵当然是除外啦，售出后就不退换。所以呢，你进入买了，你收到商品之后，如果你尺寸不合啊等等之类的，拜托，这没办法再做退换了，因为下单之前我们上面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初新商品就是不退换 ，OK？ 对，等一下我拍个照片。所以请大家就是那个下，就是虽然说大家抢得很心急，但是在下单前还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你的尺寸、你的颜色有没有选对哦。尺寸一定要看一下，就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啦，如果你在抢购商品的时候，你一定会失心疯，哇，这件有哎，然后就点下去，哇，但是尺寸不是你的，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如果你要询问尺寸上的问题，拜托你，你先不要问好了，因为你赶快先看下面，依照黑妞的身高体重，她的一些。身材的尺寸，然后再去按你的自己的去做拿捏，因为如等你问出来我们回你，可能都要经过一天或是半天的时间了，那我很怕之后你的商品就被抢光了，所以真的你建议你直接看好就直接下单的，对。然后再来呢，我们的商品呢就是怎么，我现在有点紧张，紧张什么？没有，我就觉得就是有点赶，好，没事啦，对，放轻松，你要的东西还有，对对对，反正呢，你只要看你的购物车，记得你加了购物车之后，一定要去结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客人跟我们讲说，我已经加购物车了，为什么还会不能结账？为什么？对，或者说为什么我没有还没寄出呢？你想想，最后你发现你只是加购物车，你根本没有送出结账，所以导致这个商品呢就不是属于你的啦。所以记得，你可能看了几件之后，如果达到免运的标准，拜托你就直接先送单，然后再下一次，然后再回去买下一次这样子。不然等你全部官网商品逛完，你再去送单，我怕你这件衣服把你选了，然后之后你发现数量没有了，你可能这件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技巧，跟大家说一下。对，然后像这样很简单的搭配就很好看啦。你好了，嗯，好，你这样搭很好看呢。我好累哦，等一下要拍个照哦。我们今天会尽量啦，就是尽量把就是初清商品有哪一些回馈好康啊，尽量能够多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多分享给大家看，就分享给大家看。但是还是就是要麻烦大家，就是其实，在边看直播的同时，如果你手上有第二只手机，或是你前面是台电脑，旁边就有一只手机，对，边上官网边挑，这才是就是最快的方式、哦，对，明智的选择。好，然后还有我身上就是都是单品，我身上的外套，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特别有个性，然后它就是毛呢的，然后拼接牛仔布，我觉得它这件非常的帅气，像我里面当然是黑色的裙装，我这样搭也很好看。或者是你可以搭休闲的上衣，然后加你可以搭那个不是背心的那个什么上衣，一件针织上衣，然后一件牛仔裤，黑色牛仔裤也是很帅气，然后再搭一双鞋子，黑色鞋子，像我现在脚上的是外套靴，或者是如果你穿裤装，你可以搭军靴、皮靴都可以，都很好看，这件非常的好看，这件我们小帮手也超爱，因为它穿起来很有个性，很有个性，然后也很好搭配，因为牛仔布嘛也很好搭配，所以。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它也是，我觉得它不会很薄，我觉得它不会到太薄，因为毛呢本身就有点保暖的作用，所以这件非常推荐。然后再来是我身上的这件连身裙，这件我也有买，因为我觉得太喜欢了。它还有送一个腰带，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它就是一个 V 领，有点大，小 V 领，小 V 领吧。然后它是这边是没有扣子，没有任何扣子的哦，它就是一个 V 领，就是有点性感。然后它手袖这边也都是很有空间，所以如果你怕冷的话，其实里面还可以再塞衣服。然后它有附送一个腰带给你，这腰带也是很有质感。你看它的金属扣环，它的金属扣环也是很有质感的，就是不会很让我失望。对，我觉得这个有让我吓到，我觉得还蛮好。然后皮带把它拿起来，其实它整件就是
微宽松，你也可以再继续塞衣服。像有些女生可能喜欢这种宽松版、慵懒的那种感觉的话，你也可以这样穿就好。然后它的口袋是只有一边而已哦，它的口袋只有一边，它的这边是没有口袋的，就一边是它的特色。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米白色。但是米白色的数量好像非常非常少，然后黑色的话还有几件可以选。对，所以你们有喜欢的话，赶快去下单。它有分尺寸哦，它有分尺寸。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它应该都很 OK， 因为它的宽度也都很够。对，然后它是可以单穿的，它的裙长够长，你可以单一穿，里面不用再穿安全裤了。然后我的鞋子是袜套靴，对，鞋子袜套靴也是方头的袜套靴，然后有跟。有点粗跟的，所以不会走路太难走。然后它袜套靴就是这边也是有弹性的，所以也不会觉得紧绷。对，就是数量都有限，尺码都是有限的，一定要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做选购。然后一定要按结账，而且我们的出清是不做退换货的，所以你在选鞋子的部分，或者是身上上衣尺寸的部分，都要注意一下，看我们的那个尺寸表去做选择，不然。怕你买回去，你可能就真的只能转售，或者是你要给你妈妈或是姐妹们之类的，也是都可以哦。超值啊！对啊，反正我们都要做人情嘛。不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客人说你们很美很性感，对吧？我觉得这件真的很美，而且这件我觉得它不仅穿起来就是有点。性感，但是你看我搭配我刚刚身上的那一件外套，其实它又多了点帅气耶，它就多了点帅气，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说裙装要性感，我也可以做穿得很帅气很时尚啊，我觉得很好看，赶快去抢购哦。然后我们有很多那种外套或是那个什么刚刚那个西装外套也是有很多，就赶快上去选购。好累哦，不好意思我有点喘。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心急，想要赶快把衣服分享给大家，所以就是我们讲话好像会比较快，我们慢一点，慢一点点。好，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因为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好看，一定要买，一定要买。然后它也不会去显屁股，就其实基本上你的缺点都会被遮得很好，像是手袖的地方那个蝴蝶袖，或者是屁股露、腰间露，或是腰的地方也都会把你修饰得很好，就是露出比较纤细的腿这样子去做搭配。然后我们官网就是很多连饰品都有做优惠，对，连饰品都有在出新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你有缺些饰品的话，也是很可以去上网选购看看的，怎么样？我刚刚在等伟伟介绍，对，我就想说没有，我在外面想说等他介绍一下哈。好啦，我要换下一套啦。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很瘦这个裤子我之前自己就买，而且我是没有出清的时候买的，对。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实在太好看，因为它穿起来真的很瘦，而且它弹性很好，腰部一样是不掉筒的那一种。因为我自己有买，所以其实我自己就试验过，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这件裤子弹性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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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所以如果有想要黑裤又是比较合身的人，我就建议你就可以官网就去买这一条裤子了，因为它真的实在是太好穿了。穿起来真的很瘦，然后上衣呢，你随便搭一个上衣、毛衣、针织，随便都可以，就很好看。像我们这一件呢，其实它有两个颜色，有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绿色跟蓝色，它是做拼接的，就是针织拼接这种那个衬衫布料，对，雪纺的衬衫布料。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看，你下面就是比较素素的，然后上面是有特色，但是你看起来就是很显瘦。对，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比较有个性一点的穿搭。的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把它带回家，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看了。而且你不觉得这个裤子看起来这样很瘦吗？然后你也可以再加外套。刚刚我跟大家讲，微微刚好跟大家介绍一系列的外套，其实我这样子，我再穿给大家看一次。其实我觉得这件外套是真的很超值，都是可以穿的。像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件羽绒外套。羽绒外套真的很超值这一件。这件之前大家要抢都抢不到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真的也是就是那种零码少少，它是零码的哦，它绝对是零码的，真的。你只要现在看到数量有的啊，拜托你赶快直接就买了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怕你真的是想要抢都抢不到。等一下，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来我帮你拿，对，因为。我刚刚拍下面，可能我比较急，我打不开。我试穿别件给你们看一下。来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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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像这件外套，它是长版的，大家还记得吗？它有长版跟短版的。但是出新的东西你要看一下。我现在穿的这件是长版的，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它是羽绒外套，真的很保暖耶，它真的超保暖的。因为其实本来今年啊，应该是去年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黑妞要带我们去那个北海道做一些外拍，秋冬商品的外拍，就是有这一款。对，但是因为疫情来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不然其实我们要带去北海道，你要想要能带去北海道的外套，代表它一定是要很保暖，我们才能带去。所以这一款如果大家有看到没有买到的人，很怕冷的人，你就把它买起来吧，因为它现在那个我们现在架上有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一直买，所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颜色。你看到你就直接下单吧，它是可以用粘的，然后旁边这边也有这种可以调整你的腰部，你的那个腰部的松紧，看起来就会比较显瘦，不会让你的那么的显胖，因为毕竟嘛，里面毛衣啊什么塞下去都会看起来比较显胖。对，然后它有好几个颜色，然后它毛领它也有副毛领。对，我觉得毛领是可以拆的哦，这是毛领是可以拆的，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件就是可以穿的帅气，然后可以穿的亮丽，重点又很保暖。没错，而且很重要的是，如果是你是骑摩托车的人，这个这边是可以调整的哦，你可以捏紧一点，然后你可以调松一点，因为怕风会灌进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贴心的地方。因为像伟伟骑摩托车，其实这件伟伟他之前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刚刚有讲口袋很大，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呢他这边又是防泼水，是防泼水哦，不是防水，防泼水的布料，所以像这样子的材质真的很适合，就是现在的天气，然后或者是之后疫情 OK 的时候，你们想要去雪国度假的话，其实就可以拿出来穿了，因为趁出新鲜买起来，你就可以省一笔钱哦。如果明年万一，我是说万一，我们如果再推这件出来，其实它是原价哦。对，所以大家赶快先买起来放，好不好？好。还有照片。当然，除了就是那个就是外套啊，然后就是连身裙啊、上衣、裤子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配件啊、饰、啊、品啊、没错、包啊，每个人一定要去看一下。帽子、围巾这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很多很多。我们真的一时介绍不完，其实你们去看官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商品，有几页商品。其实要在我们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介绍这边全部很难，因为我们没办法穿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把重点商品挑出来，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很值得购买。然后可能当初你意想不到，你可能当初觉得在犹豫的、啊，对，都在上面哦。你可能当初你看到这件上衣，你可能觉得，如果你觉得很普通，但是我今天这样搭，你可能发现，哎，其实这样搭也很好看，你就会买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些商品穿给你们看，你们就可以试着去想想，你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搭配，然后就可以把它买回家了。对，记得出清商品就是零码的概念，所以呢，你买回家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不做退换货的，除非是瑕疵，对，我们基本上不做退换货。这个还没哦，对。介绍包包是非常非常的回亮，因为刚好我的颜色很适合。其实这个包包我刚刚有点犹豫，他们要不要拿出来，因为大概真的要没有限了。这个是我开的，我记得好像是七个还几个，现在几个我不知道。我怕那个、对，我怕打开来就没了。这个今天是数量是我开的，这个包包我记得好像是七个的样子哦。这个包包超好看的，这个。这个包包它好几种背法，第一个它本身有一个这个背带，有一个这个背带，然后再来它也有这个链条带，所以其实它有两条带子，然后这两条带子通通都是可以拿起来的，你可以当腰包，你可以当腰包，因为它可以拿起来，你可以当腰包，你可以像我刚刚那样子的斜肩包，对，然后你也可以肩背包。超多用，肩背包，或是把袋子全部拿下来当手拿包也可以，因为它够小。没错，这包包真的很多种搭法，所以说其实这个包包库存数量真的不多，有喜欢趁这一波买下，因为价格很便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都是888的样子。对，我记得好像包包都是888，所以包包很划算，之前原价1000多块。对，然后里面是这样，然后长夹应该是可以放得下。对，但是放一下我怕里面就会很紧绷了。对，所以如果你出去小物的话，其实是可以放的，这一款很推荐给大家。好啦，换我。然后它还有另外一款的包包，它也是那种可以上班族背的包包哦。然后还有两个颜色，有杏色跟绿色，然后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百搭又好看的。它的绿色也不是很难驾驭的那种绿，它就是有点灰也不是灰绿哦，对，有点抹茶绿，它是很好看的那种抹茶绿，然后配上金属扣，非常的时尚。然后像它可以这样子肩手拿，它可以就是当那个手肩叫什么手拿手提手提对对手提背包，然后是它有
附另外一条长的，可以当肩背包或斜背包，就是看你们自己。这个包，这个包包就是今年就是黑妞的那个出场率也超高。对，黑妞自己她也有，她两她这两个颜色她都有带，因为太百搭。然后她那时候拿不定到底要哪一个，所以她两个都拿走了。对，然后她的开，她的空间也很大，这个也可以塞长夹，她的空间是很大的。它空间是很大的哦，所以像那种小的保温杯或者是那个短的那种雨伞长夹都是可以放进去，它也够大够深，所以很适合上班族，很适合上班族或者是要出去出去那个什么约会啊，或是跟姐妹掏出去的话，其实这种包包都很适合，而且又好看。对，然后有两个颜色，有两个颜色都在出清的里面哦，赶快上网去看一下。去购买，数量也都是限量的，所以一定要赶快去抢，有喜欢一定要赶快去抢。然后我身上的这一套，它就是一件事，它是一件事夹两件，它是不能拆开来穿，它是夹两件事。然后里面这一件它就是碎花的，碎花的那个雪纺的，然后拼接针织的墨边，然后一件长洋，一件长洋，它可以单穿的，它就是直接单穿，然后它不会很显。因为它就是修身款，然后一样可以再塞衣服，弹性都非常好。对，这件很可爱，我觉得这件它就是可爱的一件。对，然后你自己它是圆领的，如果你自己会怕冷的话，你可以搭那个立领或是高领的那个上衣，其实都是可以，因为它里面空间够大，所以你可以再塞一点那种保暖衣物在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当然因为冬天过完就是开始春夏秋冬，春天开始，我没有说错，春天开始，这件也是很适合春天穿，因为它的手袖这边是做那个雪纺的，所以它不会太闷热。对，就是刚好冬天接春天的季节，这件就很适合。然后它只有一个颜色，一个颜色而已哦，我记得好像原本有另外颜色，然后应该是没了，所以剩下这个颜色。所以有喜欢一定要赶快去上官网抢购。然后我的鞋子呢，就是穿到那个尖头鞋。尖头鞋就是，我觉得尖头鞋就是百搭，不管裤装穿起来就帅气嘛，然后裙装穿起来就是也搭配的很甜美，很好看，对，然后再搭配一些外套类的话，其实就很 OK， 就可以直接出门。哎，我想穿一下，我刚刚穿那件羽绒外套，如果我穿裙装，它的长度到哪？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哦，它是比我的裙子里面的裙子还要再长一点点哎，所以它这件裙那个外套其实它就是够长。它够长，所以高个女孩的话，这件一定要带，因为它也很保暖，然后它又很修身，非常好看。像我们其实，我们台湾虽然现在不能出国，但是我们台湾其实有些地方也开始在下雪了嘛，就是天气比较冷的话，也是有些地方在下雪，这件也就是非常时尚又好看又会保暖的衣物。对，这件多边超级喜欢的，我们这里劝拜他赶快叫他买，因为数量真的很少了，如果我怕我会抢输你们，对，所以我们必须。赶快下单！我忍住了，你赶快去买。对，你割让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我忍住了，我忍住了。OK OK。我怕太多，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初期真的超好买的，超级好买，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要那个割舍自己的爱，割舍自己的愛。对自己的爱，不然怎么办？你要买到就没有办法生活嘛，真的会买到破产呢、欸。这套可以穿到春天，没错，可以，这件可以，这件可以。我刚刚说这件是可以的，就从现在开始穿到春天都很 OK。因为这一套其实他们之前的直播有穿过，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穿很好看、欸、超可爱的、啊，对啊，而且你看他的那个袖子这边，他就是有做那个花边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甜美可爱。有喜欢的女孩赶快去下单哦。赶快去下单哦！赶快去下单哦！然后要记得不要只加到购物车。我觉得你满2000块，你看一下购物车，看不到满了2000块的就免运了，赶快去把它结账。对对，不然我怕你再晚一点的话，你再加完购物车东西，在那边交这个交那个，没办法，怕你买不到啊。怕对，然后记得就是要记得付钱哦。如果你是要线上刷卡或者线上付款，总之就是一定要记得付钱，不然其实我们大概一天。隔天就帮你取消订单了，对，但是我们会告诉你，请你赶快去汇款之类的，对，所以请大家记得哦。然后我身上这一件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看，它是棉质拼接雪纺的材质，棉质，对，棉质。然后呢，它是这种拼接式的，所以它不是那种整件很单调的黑色的这种长洋装，它是下面这种拼接格子，我觉得它很特别。然后它是这种大裙摆，其实它拍照很好看。然后它长度，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也是算蛮长的，对，其实。不限任何的身形啊，我尽量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不限任何的身形，然后腰部这个绑带呢，其实也是跟下面的这个格子
的布料也是互相呼应的感觉，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再搭配这样子的短靴，其实我觉得就很有个性了。对，然后跟大家。没事，我只是想要转头跟你说，这件真的好漂亮啊！我想到他跟我讲，好，再跟大家讲一下，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这种生意会抽出三名500块的购物金，我觉得很超值。这一件其实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它，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很春天。对，它虽然它是比较深的颜色，暗色系的， 对，而是因为它刚好又搭配格纹，我今天穿格纹。对，没错，而且它是棉质的，所以其实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厚的棉质。其实我觉得，春天或者是秋天，不管冬天更不用讲，你搭外套就好了嘛。对，其实你平常如果你要单穿的话，春天跟秋天其实这一款就可以直接单穿。但是如果你天气比较冷，你想要冬天的时候穿，里面再加个那种保暖的那种内搭衣或者是发热衣，然后再加个羽绒外套，加个外套，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其实这一件正常来讲，除了夏天穿会太热以外，其他的三个节日，就是那个春季、秋季跟冬季，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穿的。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它很特别，然后拍照起来也很好看。它后面就是这样，它其实跟前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拼接的概念，我觉得很美。对，然后简单搭配一个这样子的短靴。对，这也是在初心里面的短靴哦，其实就很有个性，然后我觉得很帅气，我觉得蛮好看的这样子。对，然后你也可以搭配包包，我们刚刚伟伟有讲一些包包，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很漂亮。哎，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包包很美很美，这个包包真的是库存有限，已经真的快卖完了。这个是很适合就是春天的包包。春天颜色的包包，对，春夏没错，接下来是要年后就是春天了嘛，基本上就是了，衔接的很好，没错。所以呢，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一款你很喜欢这个颜色，拜托你赶快把它买回家，因为我觉得这颜色好美。这颜色当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公司为之疯狂啊，我觉得很哇，你这么贵气。好，等一下看一下伟伟穿101的那个坏女人，是101坏女人。对，而且他家那个洋装好美啊！这样讲是不是很期待？不给他出来，好吧，我就不出气。说幼稚，对，好，跟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就有抽出3名500块的购物金，然后还有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衣服的，不管的任何东西，拜托加完购物车之后赶快去结账。如果你怕你忘记，你满2000免运的时候就先去结一波了。对，你不要放太久，你放太久回去你的数量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技巧。再来就是一定要下单前注意购前一定要注意尺寸非常重要，颜色非常重要。因为当你下单之后完成订单之后，你再来跟我们讲说啊，我订错颜色了，我订错尺寸，你可以帮我改吗？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改，是因为可能已经被客人买光了。对，因为像初心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大家要去抢购，我们自己也是12点开始去抢购的。对，所以说这个方面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订错，你可能自己只能赶快取消订单，然后赶快取消订单，跟你重新加购买。对，那你能购买得到我不知道。对，只是你就是赶快取消订单重新购买，不要再私讯我们说你可以帮我取消吗？啊，等我们回你的时候可能就是隔天了啊，你东西真的都被没光了。对，这个是一个小地方跟大家讲一下下。好啦，换我，来，我来穿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哪里来的公主？我觉得这件真的是很优雅，因为它就是一字领的，它就是一字肩，然后它就是这边有那种花叫什么波浪的那个领子的地方，然后它就是后面是有隐形式拉链的。这件我觉得它的那个弹性也是很好，它整件就是非常舒服的。它是，而且它不是那个雪纺，它是有点叫什么弹性的。对，弹性棉，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亲肤，然后舒服。然后这件就是很适合穿去那种重要场合，像是你要穿去参加喜酒啊，或者是你要参加尾牙也可以啊。尾牙就是漂亮，那尾牙快到了，对，尾牙快到了，好吗？这样子真的是，搞不好就直接被包养走了。没有啦，没有，老板直接 cue 你坐旁边。这个女孩非常的美丽，非常美丽，而且她又很气质，然后她又是长袖的，像是尾牙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天气会比较冷的话，长袖的一定也是要备齐，好不好？保暖也是很重要。那我们就可以露那种纤细的那个脖子的地方，锁骨的地方，就是比较性感一点。你这时候再搭配上我们美女的饰品哦，就非常的完美。不好意思，有点语助词，就是你可以
搭配一下我们的那个饰品项链，对，有些项链也是非常好搭配，或是耳环，或是你这时候再搭一个那个发箍之类的，就是那种有坠的，有亮片亮片钻，有钻有钻的发箍，也是非常好看。不好意思哦，有点累了。好，然后刚刚我们在讲什么101坏女人，因为我觉得我们穿这样就是比较有场合，对对，有场合在穿的，我们可能就要穿点比较不一样，气势要气势要态度要出来，衣服穿去态度就出来了，没错。可我还是很想笑，你看这样子，那个这就是那种比较贵气一点的那种外套，它就是整件都是毛，然后有两个口袋，然后是波点。波点的那种，对，然后整就是豹纹啊，豹纹的豹纹，这种毛毛外套冬天真的超温暖，对，超温暖，就是坐在老板旁边被包养的，哪有要翘脚这样子，没有，就这件也是非常保暖，非常好看。然后这件你谁说一定要搭像这样子的洋装，你也可以搭牛仔裤，然后穿这种，对，欧美的女生都对啊，都是这样穿，非常的有个性，好吗？帅气的女孩，这件一定要拿回家，这件趁我们现在是出清假的时候，我们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包包类。都有在做出清优惠，所以一定要趁这一波抢便宜，赶快把它买起来。或者是你之前这件原价很贵，这件很贵，我会觉得这件很贵，因为它就是整件毛料的，对，整件毛料，然后非常柔软舒服。跟大家讲一下啊，伟伟身上那一件不是真的皮草哦，它是仿皮草哦，所以爱护那种动物的人，大家可以担可以不用担心，对，它不是那种真皮草，对，因为黑妞自己也是爱动物的，看他们家土豆就知道又肥又好的，它很瘦，它很瘦。瘦，那克制他的饮食，不让他变胖。没有，他很瘦啦。对，然后就这样推荐给大家哦。啊，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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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换我了，我就是最后，差不多最后一套，因为我们差不多到一点半就要结束，因为我们要赶快去守到去上班，对，我们要帮你们出货了。对啊，你跟我一起啊，的话你们穿起来，没有啦，他很热。对，然后我身上的这一套呢，其实就是。又是否过年的穿搭啦，接下来要过年了，对不对？接下来要过年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一定要买一些有红色单品系列的东西，或者是你要去参加尾啊，其实这个颜色真的都很适合。没错，像伟伟这一套，其实他在参加尾啊、晚宴、婚礼都是可以穿的。那我这一套更不用说，这个颜色尾啊、婚礼、晚宴，再加上过年都是可以穿，这个外出也可以穿。好啊，拍张。因为这那个兜边身上这件格纹洋装，之前黑妞也有穿，我觉得真的好好看哦，我觉得很美，它好耐看，它是越看越好看，对，它是拼接的，而且其实这一件它可以当罩衫哦，因为它裤扣子是。可以整个打开的，你打开之后，你可以里面穿牛仔裤，然后简单的 T 恤，然后搭配这一件就可以当罩衫的，一衣两穿的概念。所以这套很漂亮，这套黑妞自己有穿，对啊，对，我觉得很美，因为它是这样格子又拼接的，我觉得其实做的颜色做的很特别，又是做 V 领，所以基本上可以修饰你的脸型，然后腰部这边有一个绑带，可以修饰你的腰围，看起来就会比较显瘦。那它这件是耐看型，对，它其实很耐看的，而且是接下来的很多场合都是穿的。打麻将也是可以。好吗？黑妞一定把它穿去打麻将，打麻将，然后过年尾牙，然后还有什么？很多节日，很多啦，很多都可以穿，而且每年都可以参加喜吃喜酒，都是喜酒也是可以、啊。对，然后它其实也是春夏款，也是可以穿的，可以，因为它是、那個、它是比较稍微它不是厚款的。厚款的布料，它是比较正常的，接下来的对，接下来会季节穿的布料，所以其实可以趁这一波出清买起来放，然后过完年后之后，其实你秋天就可以，春天就可以一路穿了，然后秋天也是可以穿，其实冬天也可以啊，因为我觉得这颜色冬天也是很 OK, 都可以啊，就里面再加一些保暖衣物或是大衣外套类就可以穿，对，然后你夏天的时候或是秋天的时候，你把它当罩衫穿，对，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拿，对，很多衣服我们其实都喜欢买那种比较可以很多穿的。很多时间穿，对，才不会浪费。尤其像这种出新的东西，虽然很便宜是没错，但是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真的是很实用性很高，实用性高，你买起来你也不会心疼。对啊，只穿一个场合，我们这两套衣服完全都不是只穿一个场合，所以其实一定可以买起来用的。然后很多单品的东西都是很百搭的东西，官网其实很多很多配件类，然后鞋子类、围巾类，然后或者是那种帽子类，很多。美人鱼上衣、裙子、裤子，然后外套
都有都有，所以其实你只要你之前还在观望的人，现在有看到的话，赶快手刀买起来，因为你买了绝对不会后悔。出清的东西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加完购物车之后，记得要去结账。结完账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你的订单编号，那代表你的订单已成立，所以代表这个东西这个商品是你的咯，对，是你的咯，只加购物车就不是你的咯。然后出清商品就是不做退换货，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对，出清商品就是零码的商品。零码出售的商品基本上本来就不做退换货，不然怎么会卖那么便宜呢？对，所以这点请大家见谅一下。然后你们任何有尺寸上的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但是自己看比较快。对，出清的东西其实不要问了，有时间的限制，因为你一问了等我们回，怕东西就卖光了，所以你自己去看到我们下面的尺寸表，依照尺寸表再依照你的身体去拿就好了。如果万一你订错尺寸，马上取消订单，马上重新加购物车，立马购买就好了，不要再等我们了。等我们东西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会等不到。对，你相不相信？你再晚半天，或是明天再看，我们官网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外面很多海草在那边飞，要告诉我要结束了。好了，我不跟你们讲了。对，我们真的要赶快去帮大家出货了。不跟你们讲了，再讲下去你们货就出不完了。好了，我们要直接下播了。那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顺利抽出三名500块购物金。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